昨天晚上，这个房地产经纪人圈的朋友圈啊，微信都已经刷屏了。又是今天早上公布的上海取消限购的这些政策，进一步优化本地房地产市场政策措施的这个通知啊，其中主要的精神就是外环外全面取消限购啊，这个税费方面也有优惠，特别是这个满五，以前大家都说的满五满五满，这个墙上写着满。五现在改成满二了，你看，锁定期减少了3年，那税费自然是下降很多，所以大家可以炒房了啊。房子目的不一定是为了住啊，那买以后呢，几年之后脱手。当然，现在还是有人在疑问，到底房价是上还是下？现在是不是底部？人家都已经告诉你了，止跌回稳，止跌回稳，止跌回稳。重要的话说三遍啊！地产上升的这个空间已经打开，啊，已经有房企呢宣布涨价了。所以你想一想，接下来房子是涨呢，还是跌呢？